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来到今早晨的这个圣诞崇拜。虔诚同仇，起来虔诚同仇。
们感谢您带领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当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圣殿中，一起来纪念主你2000多年前为我们降世，为我们舍命，为了救赎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认识你，让我们也能够了解生命的意义。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继续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听到的、讲到的都能同感一点。愿主你赐福、看顾、保守，仰望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那我们一起主祷文，我们在这天上，愿人能够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予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接下来，让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章13节到20节。《路加福音》2章13到20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了，就仗义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一路从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荣耀是。
献诗。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那我们来翻开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有请关富龙传道来我们正道。今早晨的这个题目是这婴孩是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各位在视频前面我们弟兄姐妹的家人、亲朋戚友、朋友们，我要代表基督教卫理公会吉隆坡怡保路坛以及我们基督教卫理公会斯莱安坛所有的牧者同工，我们所有的执事、我们的办公室同工、主学的老师跟小组组长们，祝福大家圣诞蒙恩。这个圣诞节实在是一个蒙恩的日子，因为圣诞节我们谈到的是一位奇妙的婴孩，这位奇妙的婴孩就是耶稣基督，他给全世界人带来了世界文化生命当中的改变。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位婴孩是谁？既然圣诞节我们是讲是耶稣基督，我们为什么在问这位婴孩是谁呢？因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知道所有的婴孩的出生呢，大多数呢都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我们自己出生呢也没有太大对人的关系。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婴孩的出生呢，是给全世界人有着不一样的一个影响和改变。也许当我们还不是很了解耶稣基督跟他的改变的时候，他所带来的改变的时候，我们比较难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也许我用一个人这位婴孩出生所带给我们的改变呢啊，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刚才就是黄彼得牧师啊，他提到说啊，不是所有的婴孩都会给人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自己，但是有一个婴孩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看下一章，这一章的投影片当中给我们看到，下一章的投影片呢给我们看到有一个婴孩，他的名字叫做李光耀。李光耀在1923年出生，在他出生了以后呢，他对整个新加坡国家跟新加坡人民呢有着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在新加坡过去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天然资源，没有特别的这个油啊啊，或者是特别的锡矿，比如马来西亚，但是他的唯一有的就是他是一个策略性的一个海港。那么我们看见呢，李光耀先生怎么样的带领新加坡在1959年到1990年成为国家的领袖，怎么带领一个国家从第三的世界到第一。那么过去呢1959年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平均每一个国民的收入呢是550块美元。一直到在李光耀先生还在的时候大概的时间，我们就看到他们可以一年的平均收入可以是55000美元。那带给整个新加坡的人民呢有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的前首相敦马哈迪说，新加坡无论怎样好，它是新加坡的，它跟马来西亚没关系。因为1960多年的时候，我们知道65年的时候新加坡已经离开马来西亚了。所以李光耀他的伟大跟贡献呢，就是这特别是围着新加坡。但今天我们要说有一位婴孩是为我们全世界而有的。我们看下一章的投影片，我们看这个经文就在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的六节，第六节他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就是以赛亚书九章的六节所说的这个为我们而生、赐给我们那个担负政权的那一位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讲道就是要讲两个重点。第一，谁是为我们而生？
赐给我们担负政权的婴孩。第二，这位的婴孩的称谓到底是什么？又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打开了你的话，我们看见主，你借着以赛亚先知，在八百年前左右，哦，主告在主前八百年前左右，告诉我们有关于在他们时代当中的这个危机里面，有一位要为他们而生，要赐给他们，并且有政权要在他的肩头上。这位奇妙的婴孩是谁？主啊，让我们能够来了解。愿主来带领我们，也让我们看见这位婴孩的这一个称谓，他是这个奇妙的测试，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这跟我们有什么关联？愿主感动我们的心，引导我们明白你。愿主耶稣的宝血遮盖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看这一个经文是在以赛亚书，传递这个信息的呢叫做以赛亚。以赛亚他是一位的先知，先知就是上帝的代言人，或者叫做传递者。以赛亚原来是一个王室的人员，他是一位王的孙子，叫做约阿斯，他是一个王的堂弟，就是乌西亚王的堂弟。以赛亚他爸爸是一个王子，叫做亚摩斯。那么他的这个公公呢，约阿斯，他的公公是约阿斯。那么约阿斯他的父亲是谁呢？原来他的父亲呢就是约朗王。约朗王因为这个政治的因素，他就怎么样子呢，娶了北国的亚哈王跟耶洗别的女儿，叫做亚他利亚。那么他娶了她之后呢，那么约朗王呢，他的儿子呢，就这个亚哈谢就续位。当他续位以后呢，当他的母亲，也就是约阿斯的老婆，看见耶哈谢就是接替约阿斯的这个王的这个王子呢，他过世的时候呢，他既然呢要杀掉刚刚出生一岁的约阿斯，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婆婆要把他给杀掉。原来以赛亚他的公公曾经经历这样的困难，但是呢他的这个约阿斯王他的姑姑就是约斯巴，就是一个大祭司啊，耶和耶大的妻子呢，就把约阿斯王跟他的妈妈呢，跟奶妈呢，都藏在上帝的殿中，大概有6年之久。到邪恶的祖母呢亚他利亚，他当了6年王之后，被大祭司处死。那么以后呢，约阿斯呢，大概在7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做王。约阿斯就做王。那么当然约阿斯之后呢他就让这个他的儿子亚玛谢来续位。以后呢亚玛谢呢这个以后他遭到人家的叛变，然后被杀。然后亚玛谢的儿子和这个亚撒利亚，就是我们所说的乌西亚王呢，就续位。那乌西亚王，我们是读圣经如果你有以赛亚书有一个概念的话，这个乌西亚王呢就是当以赛亚呢开始侍奉的时候，乌西亚王呢刚刚过世。我们还记得以赛亚他是怎么样被上帝选召的，他看见乌西亚王年奔，乌西亚王那年过世了，因为他知道乌西亚王他做了这个犹大的王52年，哇，是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王。当这个王过世的时候，对他来说国家前途如何，他非常的担忧。但是上帝就呼召他，要他把眼光放在上帝的手中。那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们，他是一个王室，他知道这个王的这个本领。好，那传道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要再给大家讲明，为什么传道要继续的来介绍这个以赛亚还有他的这个的背景呢？特别谈到他侍奉之前的乌西亚王呢，原来犹大国正在面临着许多许多的挑战，尤其是乌西亚王以后的约旦王，还有这个亚哈斯王。特别在亚哈斯王，他们就妥协，没有依靠上帝，他们依靠亚述王。那这是南国的犹大亚哈斯王，但是我们知道北国就在
在这个亚哈斯服侍工作的那一段年间呢，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所灭了。所以我们就看这个经文的记载，就是在亚哈斯王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依靠亚述，国家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地方。那么以赛亚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他经历过乌西亚王，他曾经做乌西亚王国家的一个历史官，以后呢他做先知的服事，经历了乌西亚王、约旦王，然后亚哈斯王，还有西西家王，他最后被玛纳西，就是在位最久的53年的给杀死。以赛亚他经历了这些王的服事，他深深知道国家的状况，他也深深知道灵性的状况，犹大国灵性的状况，他深深看到国家的危机。他的感觉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现在有 COVID-19， 哇，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谁可以来救我们呢？在经济非常困难，谁来能够帮助我们呢？他看到教会大家的灵性很软弱，谁能够建立我们呢？他看见政治的这个不稳定，因为有外国的侵蚀，他看到整个国际的状况，他就想到这些的问题跟困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谁可以来呢？谁可以为我们而生？哪一个人被赐给我们担负政权来改变国家的命运呢？那么这个乌西亚王以后，乌西亚王本来是个很好的王，我们再介绍，但是后来呢，他擅自要献祭，不是蒙上帝的悦纳。后来乌西亚王他就最后呢长大麻风，他52年的国王，到最后呢可以说是最后就得罪上帝。那以后他离开世界之后，谁接着他在世的时候，就由他儿子来接替了。我们看下一章，以后呢他的儿子就是约旦王。约旦王很不错啊，25岁就登基，做完16年，忠于上帝行属的正道，很好的王，非常的好。但是呢他的孩子呢就不是那么听话了。他的孩子是谁呢？他的孩子就是亚哈斯。就是在亚哈斯做完的那段期间，国家遇到许多的困难，遇到许多的危险，就好像现在我们临到有好像一个很大困难的一个时代。亚哈斯的名字叫做拥有者 possessor， 但是他是失败者，他是失去者。那么他呢怎么样子呢？他把这个圣殿的敬拜呢都结束，他焚烧自己的孩子给巴利，就是迦南人所敬拜的神，掌管丰收的。后来又拜大马色神，他封锁了圣殿，是一个很恶的王。他依靠谁？他不是依靠上帝，他依靠的是亚述王。我们看下一章，这个给我们看到一个佛雕，目前你可以在大英博物馆 British Museum 里面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的图像。那么这个的图像其实给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当时亚述的王叫做西纳基利，他靠的是西纳基利。因为原来呢北方的王呢就是以色列呢，也曾经要来侵蚀大犹大，然后他就依靠亚述。那么这一个我们看下一章里面是给我们看到亚述呢也曾经一代一度的呢攻以色列。这个就是在公元前大概738年左右，亚兰跟以色列的都向亚述给臣服。四年之后，亚兰的这个利顺跟以色列比较组织盟军，要背叛亚述，试图要停止向亚述进攻。原来他们是靠拢亚述，然后每一年进攻给他们这个王地这些金银珠宝等等，来尝试呢来作取这个他们的工作。但是这个时候他们要停止了，而且他们要争取犹大王亚哈斯的支持，但是亚哈斯不赞成。最后呢以色列他们要攻击犹大，但犹大所依靠的亚哈斯所依靠的是谁呢？就是亚述王。但是亚述王有没有这样子就非常高兴呢？没有，亚述王最后呢也没有放过懦弱的亚哈斯，最后举兵呢战攻这个犹大。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看下一章的投影片，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一个主前700多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的犹大面临到很大的困难，政治上面的困难，灵性上面的困难。
那今天我们也一样的面对到很大的困难。我们说我们的国家好像有一些不稳定，希望关大选政治哈微弱的政府。我们说 COVID-19 哦，我们也说哎呀，真的整个希望 vaccine 快点来，但不知道几时好。我们说现在的经济状况很糟糕，怎么办呢？当年就有一点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因为亚哈斯王一个恶王带领国家，但以赛亚传递的是什么呢？耶和华的拯救。以赛亚是什么意思呢？以赛亚他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耶稣的意思，就是拯救者的意思，就是上帝要救赎的意思。而他的作品就跟上帝的救赎有关系，应该他的父母亲是一个很敬畏上帝的人，所以把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的拯救，就是上帝的这个拯救。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的第六节说，因有一子为我们，因为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面对到国家亚述、巴比伦、埃及跟各国的压力，国中没有敬畏上帝、遵行上帝旨意的领袖，所以全国人民都失望。所以祷告，我们怎样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呢？我们在黑暗，我们在困难的当中，以赛亚就传递了一个救恩的信息，说将来会有一个拯救者要来复兴来你的犹大国。那到底这位婴孩是谁呢？有一些学者说是西西家。为什么呢？因为西西家在历代志下第29-31章的时候，里面讲到他是一个好王，他是亚哈斯的儿子，他是一个好王，他重新恢复了圣殿的敬拜，他不学他爸爸亚哈斯，他除去偶像，遵守逾越节，借敬畏上帝的行动为上帝所喜悦，也稍微有改变了犹大的状况。根据亚述历史的记载，公元前701年，亚述王西拿基呢曾经来攻打西西家，可是西西家很本领，什么本领呢？他懂得怎么样来战胜亚述王，以至于他能够在一夜之间把458,000的亚述的军兵呢都完全的被天使给毁灭。那这真的是一位带来和平的君王，他真的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战士。我们该等一下会讲，这叫做全能的神啊。他是一位怎么样子呢？他是一位奇妙的测试，很有智慧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是一位怎么样，好像照顾孩子的父亲，把所有的公民呢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西西家王后来他生了一场很重的病，他将要死了，他祷告呼求上帝，上帝以后给他15年的寿命，所以他有机会做29年。但是他的问题就是对另外一个后来的势力，就是巴比伦，给他看他的国位、他的国家的圣殿里面有多少的金银珠宝，给他看王宫有多少的金银珠宝。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西西家虽然他有一个伟大的贡献，下一章我们知道他的贡献在这个图里面给我们看到，他就是修筑地水道，这个水道呢让亚述的这个兵丁后来被天使给灭，这是他伟大的贡献。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是西西家，是那位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吗？许多人都认为这不应该是放在人的身上，因为特别提到这几个方面的时候，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第七节讲他的政权要到永永远远，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义公平使国家稳定，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是的，西西家是一个伟大的君王，如同父亲，是奇妙的测试，是勇敢的战士，是一位好像父亲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却知道这应该不是放在人身上，应该是放在神身上。那么就有人说，如果不是西西家，是不是另外一个王呢？后来有一个王叫做耶西亚王，
约西亚王呢在八岁的时候呢就做皇帝了，是不是？他的爸爸是马哈谢，做完53年，但他不学他爸爸。那圣经在他16岁的时候才开始提到他，说他敬畏上帝。我们看他做什么的事情呢？下一章，他把偶像给拆掉，他重新建造上帝的圣殿。而且什么呢？我们看到什么呢？他在20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洁净犹大跟耶路撒冷。那么他把偶像拿去建造圣殿，而且呢，他还叫人家大祭司所发现的这个律法书呢，拿给编辑，然后让大家都能够读到上帝的话。但亲爱的弟兄姊妹，约西亚他的确带领了犹大国，让这个国家比较慢被毁灭。但是最后我们看到犹大国在主前586年一样被毁灭。所以西西家耶西，无论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王，或者是现在所提到的耶西亚王呢，都不应该是以赛亚书9章6节所说的那位的婴孩，因为那位婴孩要带领是直到永永永远。这位的婴孩应该不仅是人，他应该是神。这位婴孩是谁呢？我们看见在新约的圣经给我们看到天使为这个婴孩报佳音，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说，他向牧羊人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们生了一个婴孩，出来一个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起初牧羊人非常的惊讶，但是呢，他们后来却来敬拜这位圣婴主耶稣。所以这一幅的图画是一位叫做 Matthias Thoma 所画的，在1632年，叫做牧人的敬拜 Adorations of the Shepherds。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9章6节和7节看来是在预言在700多年后会出生的一位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好，里面经文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当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们，我们看见这几个的称谓呢，我们要来多做一点的介绍。所以这位奇妙的婴孩应该是指向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这位的婴孩的称谓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呢？第一方面，它叫做奇妙的测试。奇妙的测试呢，我们英文讲 Wonderful Counselor。我们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非常的神奇，非常的贤明，非常的奇迹，他非常的惊奇，不可思议的一个怎么样子呢？一个的谋略者，一个的建议，一个的劝告，一个的定计，一个的谋士，来形容谋略奇妙的上帝。那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们，在你我的人生的当中，我们都需要有一些经师，要最好就是最贤明的、最奇妙的。就在犹大国遇到许多困难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个王，真的是非常的奇妙。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弥迦书也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国家灭亡是为什么？是因为你们的谋士灭亡了。所以今天一个国如果会灭亡，是因为这个国没有很好的被经营。各位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们，这里讲到奇妙的测试指谁？就是指向700多年以后要出生的耶稣基督。他本来是神，但是爱我们来到这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做基督徒呢，都不会离到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天要读圣经。我记得呢，我们的教会呢，一位姓曾的弟兄，这位曾的弟兄跟他的太太呢，每一天都读圣经。那他是我门徒的学生，他说他最关心的他的孩子是什么呢？他常常问孩子，你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灵修啊？为什么这个父母这么专心的来关心他孩子有没有读经灵修呢？因为他知道，只有一个人跟主耶稣连结，他的婚姻、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他的生活才能够跑到一个正确的一个路线。
如果没有主耶稣，我们的生命将会很大的困难。亲爱弟兄姊妹，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也是十分的感动，因为在每一天我的生活当中，我也会遇到很多困难。我是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我是一个父亲，我是一个丈夫，我也是一个学生，在继续的学习。当我常常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向这位主耶稣基督祷告，我就向这位天父祷告，求主耶稣给我知道我应当如何在我的困难中间走出来。我们来看下一章的这个经文，经文说什么呢？主虽然以艰难给你担饼，以困苦给你担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说向左或向右，你必从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你雕刻偶像所抱的银子和刀成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若有什么困难，我们要祷告天父，天父就必指引我。我要做一个见证，下一章。我的姐姐，她当她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她告诉我，那一天她在巴士上，有一个人向她讲四个属灵的定律。以后她回到家里，她就祷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家里面有许多的困难，我们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我外公外婆的租寮的里面，所以说我们的家有很多的困难，我们的父亲已经过世了，我们妈妈不常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怎么办呢？如果有宇宙中间真的一位真神，求你来指引我。那么后来呢，我的姐姐就有机会认识耶稣，而且呢，以后我的哥哥就带我们一家人呢，从撒勒的事屋到梅里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位主耶稣是真的。后来我姐姐也成为了传道人，我也一样成为传道人。我们家里面仍然要依靠这位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奇妙的测试，他会指引我们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位主耶稣，他除了是奇妙的测试，他还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他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在他原来的意思呢，有着英雄勇敢战士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真是很勇敢，他勇敢的从天来到这个世界，最后唯有你跟我经过33年半的时间，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可以赦免全世界人的罪。主耶稣基督他是全能的神，就是上帝的战士，他这位王超乎万人之上，他有指挥作战的力量和谋略，他本身能够带领我们胜过一切的敌人。在这一次的圣诞节当中，我们的教伊斯兰坛有一位姐妹叫做叶翠丽姐妹，她做了一个见证。她说有一次当她的女儿这个一个晚上讲了很奇怪的话，她就发现她女儿原来已经被鬼附着了，因为她抱她的女儿的女儿非常的重，而且跟她想不像孩子跟她讲的话，然后他就不断的来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最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是当他这样唱的时候，他把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呼求的时候，后来那女儿身上的鬼就离开他。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是全能的神，当我们依靠这位全能神，他是得胜的君王，他战胜了罪恶和死亡，他也使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奉他的名就可以得胜魔鬼的作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看见这边还有给我们说什么呢？主耶稣基督是永在的父。那当我们讲永在的父，一讲到父呢，大概大家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指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这里指的永在的父是不是指天父呢？我们知道在整个的解释里面啊，不是这个意思的。永在的父是表示呢永远存在，表达保护以慈爱无尽的源头。天父会保护，但是基督也一样会保护所有信靠他的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们，我们可以得胜，
我们可以靠着主呢，能够在这个永在的父的面前呢，我们可以得到保护和照顾。教会常常都会有许多不同的人遇到生病，这一次这最近的期间，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些人在生病，但是我看到姐妹们当他们生病的时候，他们真的告诉我说，我们依靠神，我们得胜。我心里面感到非常的得到鼓励，因为他们经历的这位耶稣基督在他们来说是一位永远照顾他们的天啊，这个好像父亲一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是可以展翅上腾，可以得胜有余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安慰者，他是我们安息之所。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是这个奇妙的测试，不但是全能的神，不但是永在的父，他还是和平的君。可是我要先跟大家说，耶稣基督来说，我来这世界上并不是使地上求的，不是使地上太平。什么意思呢？他说当我来的时候，我会把天国的价值观给你们，那很可能呢，别人因为跟你的价值观不同而跟你有一点的摩擦。但从整本圣经来讲，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要说的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立场的时候，总是有人会抵挡你，可是你要用和平的方式，因为他自己也是，他知道多多五天以后他要被钉十字架，但是在那个礼拜天，他既然带着这个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准备为我们承担全世界的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和平的君表示着百姓以安康繁荣，因为有一个掌管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是和平的君王，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要受他的审判，如果名字在他的这个生命册上，我们就要永远永远跟他在新天新地里面享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在他的那里没有眼泪，在那里没有病痛，在那里我们一切都被成全了。让我们信耶稣到底，最后我们能够享受主为我们预备的新天和新地。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们，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当我们还在住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下一章主耶稣要用的是和平的方法来面对所有的战栗，所有的困难。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榜样，当有人要把他给卖掉的时候，他的门徒要用血气方刚，要用刀来割人，但是耶稣说用刀的必死在刀下。所以主耶稣基督，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呢，这位奇妙的婴孩呢，他告诉我们，他要我们用平安的方法来对待每一个可能伤害我们的人。他在十字架上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传道在这个地方要来总结今天的讲道，这位婴孩是谁？第一方面，我们知道他不是西西家王，他不是耶西亚，他是谁？他就是那位马槽中的婴孩。下一章，他就是那位在这个牧羊人听到天使的报佳音所敬拜的这位耶稣。耶稣已经在他33岁半的时候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他将去，他要再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他是奇妙的测试。我们每一天需要来依靠这位奇妙的测试，来跟随他的脚踪。这位奇妙的婴孩耶稣基督，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和平的君，他是全能的神。让我们每一天都不断的来信靠他，仰望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天父上帝的，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照顾，因为他凡事都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我们需要他的得胜，他的战士的力量，全能的神，比如他的战斗力的得胜的，我们也要靠他每一天的征战中间，能够得胜自己的老我，得胜世界的诱惑，得胜魔鬼的试探。那我们看见耶稣用和平的方法来过带领，我们也应该如此的来跟随着主耶稣。刚才我们看到有一张图片，讲这位婴孩是谁，特别讲到多马，多马还不相信耶稣基督。有一张，下一张是不是啊？讲到这个多马呢，还不大能够来相信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就给他探，事实上他没有探的时候，他就说我的主，我的神。
啊，多马以后就跟随主耶稣基督到底。据说他好像在印度的地方为主寻道。亲爱弟兄姊妹，在这圣诞节里面，愿你能够尊基督耶稣为大，尊基督耶稣为圣，让这位奇妙的测试全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成为你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也让你把这祝福分享给其他的人。让我们一起的祷告。全能的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天父上帝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我们成就救赎的大功。在犹大的危机的中间，无论是亚述的危机，无论是巴比伦的危机，但是最终我们看见，我们真正可以解决问题的不是历史中的君王，而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这世界总是有不完美，但是在新天新地，在耶稣基督管理的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才能够真正得到保护，才有真正的智慧和谋略。感谢你，愿我们这一年这未来日子当中继续的尊主伟大，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的崇拜的讲道就讲到这个地方，愿上帝赐福你们，带领你们。我们谢谢王慕龙传道的正道，接下来是谢导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2000多年前为我们被将士在伯利恒，让我们活着的人有希望，有救恩的这个盼望。我们感谢你，我们感恩主你所赐的这救恩，但愿让我们领受这救恩的人能够与他人来分享，将这福音的好信息能够传遍马来西亚直到地极。愿主看顾保守凡是相信你的，凡是认识你的，凡是爱你的，都能将你的名字高举，恭敬将我们自己完全仰望交托，祷告奉主耶稣。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唱《天使出号》加一。
基隆坡怡保物堂以及石梁堂的圣诞节的感恩崇拜啊，在这个时候我们进入了报告的时间。我们非常欢迎视频前面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参加我们今天早上的圣诞节的感恩的崇拜。愿我们的主耶和华与你同在，赐福于你。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啊教会有一系列的聚会，都欢迎你来参加。那么我们在视频前面的是石梁堂的聚会表，那怡保物堂的我们也类似有不同的聚会啊，主日崇拜在早上的11点，我们石梁堂是8点半。那么儿童主学我们怡保物堂也是一样10点。我们乐龄的小组啊跟成年的小组，我们星期一晚上，我们星期二傍晚，我们星期五晚上，礼拜天早上都有门训的细胞小组。如果我们少年聚会一样是在礼拜天下午3点我们的成年聚会就刚才已经在斯兰卡来讲是8点，诗班我们在斯兰卡是8点15。我们的联合的祷告会呢，到了2021年呢，就是8点开始到8点半，以后查经班8点半到9点半。那么拜五晚上我们斯兰卡就是有乐龄的小组。我们在怡保物堂在2021年我们就有7年的成年的跟乐龄的细胞小组。那星期六呢我们也有一系列的聚会请大家继续看我们的周报有更多的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我就要在这个地方特别谢谢刚才给我们唱诗班的弟兄姊妹，还有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年的劳苦神都纪念。特别我要谢谢画画老师很用心的来指导我们的诗班的团队，尤其是石兰堂我们愿上帝赐福他，保护他。这时候就请大家一同的起立，我们来领受主的。全能永生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你的爱。主啊，我们特别的来向你感谢，因为在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并为我们而复活升天。主，我们为着这所有的恩典，我们向你来感谢。主啊，我们在今天圣诞节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的心更多的来到跟随爱，让我们一生跟随主的脚步。因为你是奇妙的真神，因为你是全能的上帝，因为你是永在的主，因为主耶稣基督你是和平的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附上你的慈爱，圣灵的浇灌团契参与我们以及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愿愿主你差我们到我们的家，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处境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就一起先来唱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让它成为你想崇拜的一部分。那我们才是阿们说。大家再会，礼拜天见。